本上最有可能受伤的是前部分，像这个地方或者是手心，如果发现他的屁股或者是腿部这些比较不容易受伤的地方受伤的话，治疗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跟你说明一下，不管是小朋友或者以后那个亲戚的小朋友都要注意到这一点，好吧 ？OK， 那谢谢你，然后。不可以这样做的吗？你要去拍自己的身体的照片，然后再传给别人。那如果在学校发现这种情况啊，要跟老师讲，那有收到这种片，然后他们讲说要请他们把影片删掉，这样懂不懂？了解了吗？好，谢谢你们，然后那。